天听到记者会正式开始。大家开心，今天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这个记者发布会，而且我们今天现场莅临的所有贵宾，首先帅，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到，我想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华剧，永远只要有他，永远都是全国第一的胡宇威。我想又威之女威之后，我们要介绍我们第二个威力十足的超级四帅之一，两个爸爸创造超级收视率的林有威。四帅已经看到两帅还有两帅等着直播来接目，台湾谁能够拍戏第一名，谁能够演电影还能够破亿，也是第一名。永远的一哥，佑胜。佑胜，耶！好，好，他们的华剧四帅最后一位，我们请直父来为我们节目。去年跟今年，台湾的偶像剧破三，我的自由年代。国义呢是三立的小孩，他是从三立出来的。那我要特别讲，他在拍摄《自由年代》的时候腰受伤，那他为了把戏拍好，还每天拍完戏就要到医院去打个针。但是他告诉我一句话：“子父，如果我因为腰伤有表现不好的地方，我真的很抱歉。我觉得这样的艺人。”真的很值得我们再鼓励他，我们来欢迎李国义。会看到这四位非常帅气的一号男主角，所以接下来真人已经准备正式出场，让我们依照即将要接档的这个播出时间的顺序一一请他们出场跟大家见面。首先欢迎即将在周日偶像剧担纲演出，欢迎林有威。让你看得过瘾，两个男主角一起欢迎出场，欢迎。